对，确实是跟福有关系。那还有呢？你有没有听过人讲梦哪有沾西裤？其实哦，较早吼，会当这嘛当西人嘛会当当鱼啊。啊，还佫一种顶冠，顶冠迄个，迄个就叫什么咩咩叫啥？来，那个嘞，迄叫做虎虾。是啊，要叫虎虾，因为咱要掠鱼啊时阵吼，咱一定爱用那种土。顺时钟这样子。好啊，那各位同学，你们看，不合格，太薄了，因为它要来经过日铺之后呢，晒起来的东西不会像刚才那些阿妈他们所用出来的那些东西。它刚像这种薄薄的这样子的话，日铺之后它没办法下，它会没东西。所以呢，其实要用这个是要有一门功夫，那你们可以来体验一下，还蛮美丽的。嗯，来带你上玉器，可以看到，要处理哟。没有。我爱吃你的鸡啊，麦当劳公，我爱吃。来，那带你上玩一下，我爱吃。对呀。看你带来了嘛，看那个，那杯酱花生。用力。哎，不是呀，哎，卡掉呀。同学你好用力哦。啊。哎呀，吃好肉！没有，安哥就要后退一下，再前进。你拢袂晓，啊，加带你好了哦。空船。这样子的话，你看，这个更薄，薄薄的一片，几乎忘了它的存在。就这样子没有。很会平地哦。安尼叫做一百分。啊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啊，鸭子，你从小好小心啊。不会，我将要出来了，我讲就来出，小心哦。好，你下头加吃一个，因为你嘛是无啥啦。哈，三枪错好的哈，错好的。好了吗？那你加工没有？将这个水肥桶放在里面，啊，个炸鸡那弄安那苦苦塞汤，弄安那苦，就在里面捞，房间里面捞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个有红色的。这拢是晒汤牛汤，啊嘛有水牛汤，哦，啊这那苦吼，有的是苦安尼啦，啊有的是，我像我那鼻屎，我咧苦的。